五条。太厉害了！耶、yeah, ，我是小哥哥爱你，最爱你。那小姐姐当时有没有道理？因为最近潮流店倒闭了，正式倒闭啦！解卡哦。艾雨心情其实没有很好，所以我决定要来打个麻将，让心情愉快一下呢。由于现在疫情的关系，然后我工作太忙碌了，但是我又手痒，于是呢，特别请教我身边的朋友，有在玩麻将游戏的手游叫做《斗阵欢乐城》，所以我特别找了三位正妹来跟我玩这游戏。那我现在请他们进场，来欢迎我们正妹第一位。璇璇平常有在打麻将吗？其实我是喜欢打，但是因为我自己牌技没有很快，我怕有些你们比较熟练的你们都很快。我没有在打麻将啊，平常。真的吗？那你是什么炮？是我看你吗？有啊，我是那个大一小 F。那你知道赢了可以跟他回家吗？可以吗？哎，这是奖励耶。那如果我赢了，那跟你回家。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第二位正妹。OK， 介绍一下，我叫琪琪，你是很像雷拉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雷拉终于出现了。来，雷拉是什么靠？雷拉。不是，我说你啦，你要相信，真的是雷拉来吃哦，你是什么靠？对，你没有吃有 A 吧？他今天没有那个集中一下，他不搞定。好大 A， 好大 A， 大 A，OK，、okay, 大 A。之前有在玩麻将吗？你感觉一脸就是不会玩，一脸就是赌徒样。那你厉害吗？不算厉害。没关系，我们总是不按牌理出牌。来，欢迎我们的第三位麻将技师。叫什么？什么名字？我也是叫琪琪。你为什么全世界都叫琪琪？那我不像雷拉，我不像雷拉。那你觉得你像谁？马尔基斯。马尔基斯。马尔基斯是什么炮？大概也是 F 啦。平常有在玩麻将吗？没有，但是我还是会玩啊，就是会玩，但是我不会算牌。我也不会算牌，所以你也不会算。我不会算牌，所以你会算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因为玩手游不用算牌，还要跟我算吗？对不对？适合我们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开始哦。好。有没有信心赢？有没有信心赢？有没有信心赢？哦，有，我有信心赢。我讲的是 Chinese 吗？我讲中文吗？有没有信心赢？你要不要这样子啊？有没有信心赢？有。好，但是在游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排一下顺序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先用手摸一下牌。来，你先，你说你会摸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摸一下，来。我不会。换我。这怎么摸？换我。你要抠一下，一秒。璇璇换你，你会摸吗？我是真的不会摸啊。四条。明明就会，对呀，那张那个。要抠一下。你咚，没有了。好啊，因为他手会摸，所以他是第一顺位，他先选。然后你们两个呢？我给你们个任务，等一下呢，你们要用胸部摸牌。我摸一下，我看看。四筒。感觉我妈真的帅透了。璇璇换你，脸好痒哦。咚，差那么多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胸部也不行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用下面摸牌。那你先啊，你先示范。我先示范一下。对啊。跟你讲，五万。哎，真的哎。哇，很强哎。我先示范一下。对啊。我用我背后摸，哦，五条，太厉害了！你们会不会太淡定了？我们下面都太厉害了，摸一下，看看，搞不好你下面会摸比我们厉害。西风，太狠
三枪。真的假的啊？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下面都摸完了，摸哪边？那不然猜拳好了。那干嘛？前面干嘛摸？好，不好，不好，猜拳，好，猜拳。刀、石头、布。哎、欸，你不用啊，你不用啊。第一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在醉啦？来，我第一换你们。剪刀石头布，布布布布布布。对啊，为什么女生会这样猜？刚是什么？什么不太懂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瞧一下位置，准备开始接的斗阵娱乐。OK。那我们准备开始玩我们的斗阵娱乐城啦！那打开我们的 APP 之后呢，记得加入爱你的俱乐部，来点选这里。然后我们俱乐部名称是确定。加入完之后呢，然后记得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，那就可以购买房卡。那爱你会不定期的跟大家一起在线上玩游戏哦。OK。那艾里跟你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哦，就是呢，斗阵娱乐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，就是呢，你一定要有认识的人才可以跟你一起玩这个游戏，你没办法线上跟虚拟的人，因为你不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人，有可能跟电脑玩你也不知道，就直接跟亲朋好友加入我们的俱乐部，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玩，然后你会知道你跟谁玩。那如果呢，你觉得对方的牌，你这个朋友你觉得他有问题的，你也可以直接按回放，你可以看完整的到底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串联，啊，这功能非常非常的完善。OK， 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游戏，来 ，OK， 好，开始哦。有点紧张哎，好紧张哦，我先来咯。哎、欸，默默的在那边叫我碰哎，好来，碰，他不，有点吓到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你那边一直乱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这样怎么可以？我都没有牌哎、欸，来，七。哎、欸，你有吓到，抱歉。碰啦、啊，碰我的吧。等一下，我狂喂他牌，为什么？最爱你。哦哟，等一下啦，哎、欸，我都没有进牌耶，你跪点牌来吃可以吗？被动。哎，太棒了。我要胡喽。真假的？我好紧张。胡喽。屁啦！干！我他妈真的是白痴哎、欸。我们都一直活在那个，干我白痴哦哟！哎，谁、欸、啊？我们什么意思？我输了。所以是你放枪哎、欸？我放枪啊！好，继续。来下一局。它可以保存截图，这样很好哎、欸。打完以后还可以再研究。没有，他会帮你，对，他会告诉你到底你刚打了什么。他讲台语很好笑哦。对啊，你、欸、真的是甜哎、欸，真的很甜。没有吗？有，天，哎、欸，尊重一下好不好？我都没有牌的，都不会进牌，我真的要哭了。那你就多喂一点给我啊。多喂一点给你，这感觉怪怪的，这怎样？无法当。你不要在那边扰乱我啦！喂你什么啦？一个公男谈恋爱。对啊，那到底喂什么啦？哎、欸，太棒了！我到现在没有听欸，都是你啦，乱打乱打，白痴哦、喔！那叫什么？美人计？嗯嗯，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要糊了是不是？那你在糊什么糊啦？哎、欸，先吓吓你。好，先吓吓我。一架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们放枪欸！猜对。真的吗？你们脚在抠吗？我有抠，谁在抠啊？现在他最赢欸，我都是屁胡啊，我都是，你真的是屁欸，我都，等一下，这个，对，你要打，有亮亮的，哦，欸，哇哦，哇哦，欸，第一局就碰，哎呀，按错了啦，欸，活该，哎呦，欸，是不是不一样了？谢谢老板。哎、欸，都给你们玩就好、欸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啊？都给你们玩就好。我没有 say 好，但是不是？你不要偷偷对我好哦。好恶心的。哈哈哈！哎，你们两个。不对你好，对谁没玩双人麻将？对谈恋爱没关系。可是我没有赢啊，重点。你可能输了麻将，但是赢了。就我自摸，就这局我自摸。我跟你讲真的，你们不要乱打，我要胡，我跟你讲。软月桥，软月桥打牌。软月桥。
怎样？哎、欸！他一举就赢回来了，你看、啊，没有，刚刚他听中洞哎、欸，他摸中洞哎、欸，超扯的。他都做大牌，就会上瘾。真的，我也觉得会上瘾，就是你会一直想要玩，差点停不下来。就跟我一样。你们两个，是你啦，是你。是。Oh my god！ 他打什么、啊？打这个？好、啊，就这样。要不要吃啊？要不要吃？喂你吃。好。啊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要糊了啦？早知道不留给你了。我靠十三嘛。总结算了，来，经过最后一局，我们带一下是他。我跟你讲，一开始是谁？他先赢。对。然后结果一字摸旁，一个字摸一个放枪回去了，他就赢回来了。嗯，好强。所以你是带一下，你会发现什么得奖感？在。最输的是我们的西沙，来西沙发表一下，敢不敢言来？我觉得蛮好玩的啦，但是有处罚吗？没有。我想被处罚啊！没有被处罚，不要太喜欢这种。来跟你们说，那我们刚刚打完牌了，那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疑虑的话，按战机这边，然后有一个查看详情，就可以按重播。来，艾里跟你们说。给你们最大的福利呢，就是呢，如果你们加入我的俱乐部，我不定期会上线跟大家玩麻将，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玩麻将。那我们现在赢钱的呢，要请大家吃饭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老板娘 ，OK 吗？那个要赶高铁回台北。那如果喜欢他们的，想要跟他们玩麻将的，记得加入我们的俱乐部，然后 IG 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艾里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呢，就是想要跟艾里打麻将，甚至跟其他网美网红 YouTuber 打麻将的，好不好？打牌了，记得加我们的 LINE 群，在这里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斗阵娱乐城到这边再告一段落，那艾里要先带璇璇姐姐回家了，来，回家，艾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回家，走，回家，回家。难怪你要骗我从台北下来打麻将，都有吗？我们隔壁有房间，来，快看一下，隔壁有房间。好，先这样，隔壁有房间，好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好了，那我们刚刚在隔壁房间结束了，十秒，太快了吧？哎，对的，三秒哥。然后呢，那如果想要购买里面的藏宝卡以及魔电网，记得去虾皮卖场直接搜寻小哥哥艾里就可以，因为太多假货了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那直接去隔壁房间。对啊，你们角落在这里被空。谁打麻将会调情？对啊，好像教我们呢？我们刚才调情了，没有吗？我狂喂你耶，我狂喂你吃的，你记得吗？好，对。